伙伴，你们是陪伴摩天轮长大的人吗？含点摩天轮一至三岁时候的样子。快看看你们是摩天轮几岁开始玩的蛋仔呢？快看看你们第一眼看到的摩天轮是他几岁时候的样子。嗯，第一个，一岁时候的摩天轮。如果你一开始看见的是这样的摩天轮，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摩天轮的样子是橘红色的摩天轮呀。而现在的摩天轮是蓝色的摩天轮。 并且那时候天空还有很多次写着“蛋仔派对”，这是一岁时候的摩天轮。如果你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摩天轮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呀！接着摩天轮两岁了呀，伙伴们，摩天轮两岁的照片大家看。那时候我们乘坐的车是一个鱼头的形状，上面还有一个亭子呀，伙伴们，伙伴们，这个摩天轮有人告诉我说是两岁时候的摩天轮，他说肯定没人坐过。 如果你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两岁时候的摩天轮，评论区扣个二呀。哦。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蓝色摩天轮，其实这是摩天轮三岁时候的样子了，所以很多人看到的都是这个蓝色的摩天轮。如果你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蓝色摩天轮，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我看看有多少人第一眼看到说是蓝色摩天轮呀？你们是摩天轮几岁开始玩的蛋仔呢？